贴贴纸联名款限量等手段，在车坛可以说是各家都必须精通的一门技巧。而二轮品牌中又以 Yamaha 为各中高手，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劲战 R15 R3 等车有厂队特制版以外，在国外 Yamaha 这次更联手 Monster Energy 将魔爪生肖的赞助商 Abarth 推出 Abarth 595 Monster Energy Yamaha， 为这台死不改款的意大利小钢炮增添全新感受。 Abarth 与 Yamaha 的渊源可以追溯至2007年，当时 Abarth 的母公司菲亚特可是花大钱冠名赞助 Yamaha MotoGP 厂队， YZR M1 上大大的菲亚特字母是许多人共同的回忆。虽然后来 Rossi 转队至 Ducati 让两间车厂短暂分手，不过当猴王回归 Yamaha 后，双方关系再次紧密，还推出了 Abarth 595 Yamaha Factory Edition， 今年荣获2015车队年度总冠军，以及限量695台的 Cafe Racer 版 Yamaha XSR900 Abarth， 甚至连车队用车都由 Abarth 赞助。现在推出595 Monster Energy Yamaha 特仕版，用自己长期赞助的车队来帮库存车冲一波销量也是合情合理。本次推出的联名限量款 Abarth 595 Monster Energy Yamaha 动力搭载 1.4 升 T-Jet 四缸涡轮引擎，能产出165匹最大马力，超轻车重让每匹马力只需推 6.5 公斤，零百加速 7.3 秒，极速可达218公里每小时，整体而言比停在旁边的 M1 逊色不少。但心理马力上 Abarth 可是给好给满，引擎盖上硕大的魔爪贴纸，车色蓝黑相间的彩贴印有 Yamaha Factory Racing 标记的蓝黑色铜影，营造竞赛气息。而避震系统则是用上具备 FSD 可变阻尼的 Koni 后避震，最后点缀上17寸抛光铝圈和金色卡钳，一台 M1 精神的595就完成啦。虽然官方没有公布售价，但会在意价格就是你信仰不够。喜欢 Abarth 和 Yamaha 厂队的你，快跟神通广大的贸易商问问，说不定还真能抢到那1/2000啊。喜欢我的影片请大家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同时欢迎大家追踪站长的 IG， 里面有站长每天的动态，想要知道最新的二轮四轮情报，请每天锁定我们的频道，每日更新哟。我是摩托车站长兵，我们下回见。